因为我本身就是对海洋的主题，然后还有鲸鱼就是特别喜欢，然后基隆又刚好是一个海港城市，然后又跟我们这次水之行的主题符合，所以这次就是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是决定就是用海洋跟那个鲸鱼来表现。我本来一开始就觉得如果是没有那个天气那些的原因的话，我会很想要它是可以放在海边，然后大家就是吹着海风在那边弹，我就觉得那画面应该会很棒，或者是说有其他县市有海边的县市或者什么也可以就是让这台琴去巡回之类的，这样子就希望就是有很多人可以来这弹 这台那个街头钢琴，那如果不会弹也没关系，就是可以希望它变成基隆一个新的打卡景点这样子。然后像我就做了藏了一些小东西，就是我在琴键上画了一些星星，因为我就觉得说星星就是像天空落到琴键上面的音符，有演奏者去弹出星星想要告诉大家的故事。然后我帮那个琴里画的是一个海潮，希望大家坐在上面弹的时候觉得像坐在海上弹琴这样。因为我上一个画的是一个圆弧形的东西，彩绘一个圆弧形，那我想说这是平面应该好画多了吧，就真实画起来，因为它有很多曲面啊，然后里面又有内层啊，然后画的时候不能涂到这个。其实我本来想要把那个黑键都涂成蓝色的，可是因为有困难，就是如果我没有上绝手的话，直接涂它会容易掉。可是如果我要上绝手的话，这个地方因为它是立体的，所以是整白色的白键要保护的话就整个就不好处理。要不然我就觉得如果黑键是蓝色的，这次就是我第一次接到彩绘钢琴的邀约，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把我画跟钢琴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很浪漫，因为我就幻想说我自己的鲸鱼画在钢琴上应该感觉会很好这样子。那我平常的作品可能大家要去画廊看会觉得比较有距离感，那这一次跟 VK 课合作，然后让我的画可以就是让我的鲸鱼可以在钢琴上面展现，然后这样子就是跟群众就是有更多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媒介可以有更多的互动这样子。就那时候就是收到那个 VK 课的邀请说叫我画一个钢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兴奋，然后就是很想赶快跟大家讲，可是他那时候说还不能公布，然后我就憋得很痛苦，这样憋到狂喝啤酒了。水之行活动从那个10月1号起跑，希望就是大家都来参与，对不对？有一些一些精彩的活动的。你还有要讲的吗？我想吃午觉鞋。